本所日前接获线报，在皮头乡某处公寮内有涉及毒品、枪炮等不法活动行为，经本所缜密的搜证后，日前持搜索票前往搜索。在搜索时，遇黄姓犯嫌，持剪刀、镰刀等利刃极力的反抗，欲来阻止本次的搜索行为。现在本次执行人员在险象环生、千钧一发之际，能共同合力的来阻止这次的反抗行为，并且果断的以辣椒水成功瘫痪黄姓犯嫌的一个行动能力，最后，成功入内搜索，起获毒品及械弹等不法事证，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，来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。